一定一定要听到厦门的朋友你们的声音好吗？好不好？好，那到时候我们有一个默契好不好，我们来培养一个默契，透过这一首歌我们先培养一个我跟厦门的朋友的默契，然后之后如果有机会再来的话，我们就会更有默契。不要因为我很不善言辞你们就从此不喜欢我好不好？好，我透过等一下的歌声来弥补我的不善言辞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很开心来到这边，然后很开心在一年的最初，然后献给厦门的朋友我的歌声，然后希望透过这一首歌给你们给我自己都有这个祝福，希望我们在2019年可以有更多的小幸运。天天刷微博，转发分一亿，新年锦鲤之王就是你。